丹姐，哎呦，没有上次得劲儿，差太多了。哎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你。哎呀，不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一个李雪琴，一个汪松龙是负责捣乱的。就我啊，大突破啊，大炕来了，东北大炕。这是男生的，哎呀。哇塞，真的吗？八个床在一起吗？好像那种什么学校的那种 school trip。这种大通铺确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我上一次住大通铺应该是我幼稚园吧。妈，我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人。丹姐，宝贝，没有上次得劲儿，差太多了。哎，上次得劲儿，上次心就散。我不骗你。但是快乐。不住在一块儿，就他就你看每一个院儿就变成小抱团儿，这个大家都在一起挺好，我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可以让大家更快的走近吧，哎，老年人能不能就老爱幼我在最边上？你爱搁哪搁哪，因为老年人他那个上厕所啥的比较频繁，那我就挨着你，你挨着我，行好。你为什么要睡旮旯里啊？我觉得这特别有安全感，睡旮旯特别有安全感。这样能不能就是说打呼噜一边，然后不打呼噜一边？我不打呼噜，来，我不打呼，我也不打呼，我应该不打，那就一二三嘛，一二三，行，好，那我就在这里。两位老师也没想到来这么惨哈，我们上一季是单间可好了咱。但是这个我也觉得好像也还行。你觉得还行吗？你喜欢这种生活，老师？我觉得就晚上大家喝一轮就睡得很开心。我其实很怕看到别人尴尬，我只是会有一种责任感，就是说不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这集体活动就要垮了啊。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。来吧，咱搞会儿去。来呀，怎么搞？怎么搞？从何开搞？来快，小辣有一个问题给到四位老师。具体什么问题？我觉得龙哥可以再点名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了，哥哥？你就安静的享受这种尴尬不好吗？不行，哥哥不行。妹妹成长了，妹妹现在就喜欢这种尴尬，就喜欢这种尴尬，就喜欢大家坐着啥也不说。大靖哥什么星座的？你看你，你又整长了吗？其实我经历了第一季桃花坞之后，再到第二季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害怕所有人聚在一起了，因为我现在可以在做自己和就是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这件事中呢，找到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平衡点。你要不要吃清补凉？怎么做呀？这个你会做呀？这个很简单，你 就把它都对一起啊。对，这个是香蕉，多道理啊。可以啊，我这要好多东西啊。然后 highlight， 经典鲜牛奶。哇，这个呢是经典新出的冷藏鲜牛奶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特别特别香浓。好骄傲哇，看着就爽。来第一份，轩姐，第一份你先来。哎呀，岁数大的先来吧。这个很好喝。它这个是巴氏杀菌的，然后呢，它双膜锁鲜，保留牛奶鲜活的营养。Yes， 谢谢，好好吃，是不是？我主页是葫芦丝，你那主页哪一个主页你也不行啊！我现在一看，我搞笑，搞笑也不行，搞笑你也不太可笑啊，搞笑也不可笑了，现在。你快过来吃吧，马上，不然一会儿干巴了。别忙活了，卷起来了。妹妹，你等下弄完我们洗吧，你过来吃吧。你这表现太好了，之后这些妹妹都有点坐立不安了。不会的，我们都开心。不过我们脸皮都厚。对，我们开心死了。这14个人的菜还是少了。对对，还是人太多了，人多看来挺费钱的，14个人挺贵的，我们还会挣那个贡献值的。朋友们，那有一个板，上面写着你自己创建一个任务，然后你觉得应该有多少贡献值，大家投票通过。哎，这好，大家都投通过。咱们就想点那个简单易行的，晚上写，所有人全票通过。
比如说我写一个明天我要带给大家快乐，我觉得这贡献值是值一千，大家都同意了，我们就一千块钱了。肯定是不行的，你稍微就是那个是对，太别还是有点物质，也太离谱，有点荒谬了。你这个，你首先你贡献不了一千，哎，你这个对自己的看法不是特别准确，我觉得你还是行了，好嘞，好嘞嘛。就是你想一个稍微就是能说得通的。那吴牧野老师请我们弹钢琴，那得五千起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五千块，这太贵了，这没有一万下不来。你看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你。哎呀，不去。我还不太适应这角色呢。郭麒麟一般都是怎么？你是郭麒麟那？啊，合着小郭老师不在了，你就顶上了呗。谁知道今年流量？去年我是爱夸那角色，我是吴老师这角色。那不就去年就是矬子里拔将军吗？今年来了好几个将军。之后你就不行了，是这眼瞅着就不行了。那一季就是丹姐，就是跟我们几个最熟，所以丹姐老拿我缓解大气氛。以丹姐来讲，就是她最损的那个人，或者她最骂那个人，可能是她最喜欢那个人，所以在我心中，丹妈最爱我。哎，吴长，咱明天上午干啥呀？明天早上八点半有没有能起床的？干啥吧，你就说吧。我就带领大家做一堂试课，健身课。好。我参加，八点半起来健身呢，晨练嘛，然后练完之后大家一起吃早饭吗？好，可以。能改晚课吗？能改晚课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一个李雪琴，一个汪松龙是负责捣乱的。就我们上一季，他们俩是最乖的。上一季我俩也不乖呀嘛。没有没有。是我挺认真的在咨询这个上课的问题。雪琴是认真想上课，是。我觉得我参加早晨的。我参加呀。我也参加早晨。我起得来啊。两堂课，两堂课，两堂课。我这样，就是大静老师早上那一班，然后有些像雪琴这不参加，那弟弟再起，晚上再起一班。不是你参加哪个班？你哪个班都不参加，你在这说什么？我他不想去早上呢。他不想去，他自己能说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去，不就办办嘛，不就？劲儿，我俩八点就到，我俩指定到，教练。我觉得就到点了，自愿吧，全力发一声，醒了的就来练练，不想练的就睡觉嘛，也正常。好，然后除了这个训练班，还有什么班？六五零都歇了，六五零不搞教育，教育这一块我们进入的比较谨慎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又得骂我了。行，还有谁有说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这个物长也在这，丹妈也在这，咱们就是说。我爹说点话可真难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台演出要没他根本没有这演出，全懒的呀，谁也懒得弄，靠组织这玩意儿了。而且你看他们那个节目多好啊，那个三半句对吧？对，三句半全是他帮着，净夸你，不是我写的吗？咱俩回头，我是啥？我组织，咱就说，略奇，但是他不回来，你肯定不干。是，确实。咱们六五零看吧，没事。别把我踢了，你等着啊！把我踢出去。六五零，我觉得俩人挺合适的。人呢，就不能光干活，真是，还是得给领导表现。是。你现在可是丹姐筋头肉，我马上开个560。净说我跟雪晴了，哥哥。他俩饮酒点孤灯了。又听不懂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就有点难了。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好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要不收拾一下吧。你不能管了，不归你管了。这个事儿就由这个李雪琴负责。是，一般这个都是我负责的。
我先收一收我那个碗，收一收吧，收一收吧，收一收吧。我拿那个密封袋放上来，筷子，筷子，筷子。谢谢。到这里，到这里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没事儿。我来吧。这个放在哪儿？可以了，你搁这儿吧。这会儿就搁不下三个人了。这个放在，你用这个。对。你们六五零真的不重建一下吗？重建吧，我们就我们仨，一个人不要，多一个人都不要啊。我觉得六五零电台该换人就换人。好，我觉得也对。不是，也不是有人想干六五零，我们仨也可以不干。怎么别人想干了，你们就不干，你就撂挑子？重建六五零电台小组任务，仅在老成员的带领下重建六五零电台，新增成员一个。新增为我一个。六五零，我感觉我是 MC 小五，可不可以？可以试试。台长，台长，任务交给了你，必须重建。